大家还记得电影《恶灵战警》吗？在片中，尼克拉斯凯奇在化身鬼头骑士之前，可是一名知名的特技车手，从高空中俯冲而下，再越过一整排的车辆，这么惊险的场面可是会让大家吓得目瞪口呆的哦。而现在这类型的游戏也要登上手机啦，这样玩家们就可以走到哪玩到哪。但是记得游戏中的场面可是相当危险，大家没事可千万不要模仿啦。之前为大家介绍过的疯狂越野摩托车 Trails Evolution， 现在也要跳出家用主机来到手机上了，并重新命名为 Trails Frontier， 即将抢先登入 iOS 平台上。这款免费登场的特技车手游戏，比起家用主机版本，手机版可说是毫不逊色，在游戏特色上也更具有风格和视觉效果。尽管推出免费版和收费版两种版本的行为，常常令部分玩家感到不悦，不过官方可是坚信这是让玩家进入游戏最好的办法，毕竟透过免费版本试玩是让玩家亲身体验游戏魅力最快的方法。游戏即将上架，喜欢的玩家不妨去抢先体验啰。